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，啊，易经大学第22、23届学士同修，好，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易经，用易可以知天机。曾经有人为了我都在讲易经。啊，不远千里跑到仙佛寺。要给我那提款，仅次于啊这个先生。我看他的来意啊，哎，一副的眼神呢、啊，就是要提款嘛，不服啊。我说，请问先生，你今天来是要提款，或是要研究？哎呀，提款跟研究都一样啦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你要踢哪一管？东管、西管、北管和南管呐、啊？啊、哦，这位先生啊，那我是学北管的啦，那我是学南管呢，南管北管有什么不一样？南管跟北管有什么不敢换？啊，北管的音乐咪咪麻麻，靠气势啦。南管的吼，靠秀气呀、啊。我的北管，哦、就是中国北方，北京人比较气势比较高，所以。田都元帅啊，就比较气势比较大。南管呢，啊，秦王爷比较有修养啊，所以就比较气势，看哎怎么办呢？啊，一个很气势，一个很有涵养。啊，这个就是我跟他拿了这张纸，啊，这是北管，这是南管，好、啊，北管，北太极的北方是田都元帅。啊，这是秦王爷，西秦王爷。啊，当时两位在争北管的北方的田都元帅，比气势比较大，南管的。西秦王也比较有涵养，这是用音乐来表示，在音乐也是用音乐来表示，很好玩哦。
啊，所以北管音乐的呼出吹啊，足大声，气势凌人。南管呢，分得寒凉呢，细声细声琴木单，嘿嘿，一个有内练，一个不是的内练是外力啊。那么中间一个很好玩的，中间就是水，中间这个就是硬在。哦，我们基隆啊，基隆呢，在我们三四年前，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要举办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候，我请圆堂法师啊去请啊这个北管要来演奏啊，他就请到西秦王爷的南管啊去演奏啊，他不敢来演奏啊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那个天都元帅那一边呢，他们是对立的，基隆有两个乐团，北管那些南管是对立耶。啊，圆堂法师母啊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说现在来都没问题，王禅老祖是天都元帅的叔，啊，西秦王爷也是拜王禅老祖哎，你看我出名吧？刚好基隆道场在这里，啊，这边是西秦王爷。这个北管的田都元帅，刚好王禅老祖师就是我们基隆道场，你看王禅老祖也下来化解这个冤仇哎，你知道这个代志无？啊，今天知啦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世间事。天上事，世间事呀，世间来搬天上的代志，这就是禅机，这也是易经啊，一阴一阳的对待。哦，北方它很凶，南方呢就是比较困的，啊、哦，有寒凉，所以南管呢，啊，琴木单，木唱。就这些蒙海毛印，吼、哦，把那北管的姨妈妈，啊，这两位都是老祖的徒弟呀、啊，哈哈，所以，在第二次，第一次举办祭祖大典，我请了彰化的南寮宫他们北管100多人来表演。吼嘛，很重老些嘞，啊，那个气势嘞，我想奇怪，老祖叫我去找他们来，或者老祖跟我说他是他的徒弟呀、啊，他们是老祖的徒弟，啊，原来老祖啊，他对音乐也是这样的有造诣，啊，到第三年又去请啊乌日。啊，乌日这里，所在下他这里西秦王爷，啊，他风水有问题，要我去看，结果去了那个西秦王爷啦，恭迎师尊告一，我说奇怪，恭迎师尊告一，他们哇，原来才知道老祖也是西秦王爷。啊，都是师徒关系啊，这个线老祖下来就从这样被化解干戈习战争，也是用意呀、啊、祝福各位。
各位微信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们用意知天机啊，意的用法有84000法门，每个法门都有它的天机密，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本钱，没有那个本领啊，去和这个磁场搏斗，所以我们就趋吉避凶，但想解的话啊，不惹你怎么总可以嘛，不理你总可以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做布袋戏，六合，六合大侠，哎，大侠能忍，忍。你们无法可忍的话，一个爆发也内在力量。那时候我看了在看报的戏，我哦，这六合这大劫哪厉害啊？事实上，后来我已经懂了之后，不是六合又厉害啊，一进让要欺负他人。耗尽他的能力，原来六合和他那个糊涂蛋对手哪要相打的时候，5分和5分力，所以六合大劫的，一个忍，就是这个太极。啊，这个人忍，一直忍，忍到尾啊！你来无落好忍的时，你搏起跳出来啊！忍啊，所以他的力量，轻轻啊，细四两拨千斤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用意的法则。老子在叫人爱修心、修口、爱养灵。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所以修，当然忍。再从这个太极图来看，这都是恶劣的人生。那你灵性？要自我修炼，修炼当然到一年到，咱就迈向光明的真紧了嘛。啊，所以有时候佛家说修忍辱，忍辱先忍。释迦牟尼为大众修行，他修忍辱先忍。啊，修到尾啊，所有的业障、业力拢行了呀。以前，咱南投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，就有一对夫妻，他的先生很凶，三顿打的某，三顿打。真的，也不知道欠啥。啊，你某嘞，他一直都忍。以前的人，太忍，这卖人啊，你怕我就出来嘛。结果这一位太太嘞，我就刚去当着一个啊修行人跟他说：“你欠你的翁啊，要我欠偌济？”欠多少？伊讲我要哪行？哦，你等伊呢？你甲你拍过来，用一支米仔在拍会疼。你甲拔一把，啊，一把好拍。业障一起算，较紧了嘞。啊，等一只这太太嘞，啊，伊就去拔一把，迄个钓米仔。哦，因翁逐工安尼甲三顿拍，
拍到夹纸咧。因翁忏悔，嘛讲你欠我，我做一间都行了了，好啊，别拍你啊。大家要从红变成过了另外一个人生。所以人来世间做翁仔某拢是互相相辅助，唔是相欠债。咱只个在冤亲债主，翁仔某是冤亲，查某囡仔是囡仔是债主，不是这样啦。咱不要说的那么悲观。啊，那有一次，我迄阵还没修行，有一次遇到一位女菩萨去问，出家个女菩萨，出家女菩萨伊讲，反正你若要卖结婚，像我无嫁人，第一遍哦见结，第二遍哦红嘛，哦，我安尼真自由自在呢，哈哈，这太太讲，师父啊，但我要哪，我嫁有生几下爷啦。阿伯，但要安怎？事后我嘛无法咧，我阿无结婚翁，我嘛唔知吼翁安那结结个滋味啊啦。可是是啊，我七娘起来休困，啊，我好一个查甫人，啊，就是摆啊拜佛，拜拜咩俩公，对迄个师父好足歹了，我夹夹。哎，你师父讲，你哪派？你蛮想派着哟？你这无安，你想遐尼轻松哦？我派你看，哦，师父叫你拼入去啊！是啥？所以世间的事情，业业业啊，咱世间事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所以老主要我们要多修行啊！多修心，尤其我们在谈到合婚、合婚、合婚，爱真注意，爱讲合婚。啊，当然因若欢喜诶，啊，就好啊啦。即合婚哦，咱有诶人诶习惯，拢讲差四岁就好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现在社会上差四岁诶，上未好诶，上侪差六岁诶。想玩玩的想接，哦，这个呢，就是在于人的修为啦，啊，结婚和婚姻，好，六合，好，三合，生合，是上善缘。六冲生克，上逆缘，那是逆精进，那个前辈子是所欠的逆精进。啊，那挂站起来，挂玉反应啊，累积嘛欠债，反应嘛欠债，浮云嘛是修看不见。那怎么用什么方法啊？修忍辱，修忍辱。那以后你若看，咱就知影人生的哲理啦。哦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双善知识，我们学易经要观察卦中
除了缓盈与浮盈以外，接下来要跟各位讲解就是暗动章，暗动。暗动叫做暗箭难防，暗动，暗动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嘿嘿，暗动，啊，急着，急。凶则凶，啊，在早期，啊，人家问来问我问事，常常遇到暗动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注意他的，到底暗动在什么？暗动，他的六亲在哪里？好，暗动，暗动的六亲很重要。啊，财动，财爻，啊，财爻。有德暗暗有失，有德甲有失。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，他是未日来日占卦，我占了一个卦，地风生，地风生卦。他跟我说：“张老师啊，你们不好花一个最近那拢歹到有出呢哈，拢无财哈，做生意拢未趁钱。我卦占起来是地风生卦，我哎、欸，好呀、啊，抽米枪，暗动，暗动，佫两个暗动，两条钱的暗动哦。”在哪一天？用大吉杠，未日比日，未日生日，有日戌日亥日子日丑日，哈，我讲你这个丑日丑日啊，猪日都造出来，猪日。住来合，啊，抽日你就会得到，得到财。那有可能，老师，我算了足久啊了。我老早都开始讲，你最近有暗财有暗动啊，日神的动哦，那暗动够旺。啊，等于这礼拜了。啊，都唔敢想想啊！我咧讲个嘛，无算啥。较早我做细囡仔咧卜卦尔，店面咧做细囡仔尔。哎，咱个互你看会够重个。啊，个咱只干呐听你话，伊个看有够重尔啦。嘿啊！哎，我有钱有济，做细囡一见呐，这个时阵就差不多要到位啊。伊下班。啊，就和太太啊，就走来吃亏的来有钱有债，做细囝的啊，来我就泡茶给我吃，我就吃啊，哦，饭店啊也要唔等伊啊，吼，啊咧先生咧吼，啊时间到啊过去，啊因为做生啊，用的区啊有人分这土，管政府，咪市政府分土地。通知讲某人，你这套一笔土地，恁祖公啊，无相捌，登记伊个名，哦，迄阵欢喜个安尼了，七十三四年个，迄阵嘞
七八百万，不得了呢。王哎，啊、来，甲讲都，吼、哦，老师你足准嘞，算较好啊，我有钱诶。迄明明我算好你有钱啊，迄是你运够啊。但是你爱注意，你这真紧来开了哟。讲袂啦，我咧想讲你可能会包一包好啊，结果含包嘛无包。哦，哎，都过去欠伊济，啊，行一行都无够咧。哦，我买来着车都去买一台好落诶，啊，去买一台迄个好诶机车，都蹦蹦蹦诶，好、哦、就足欢喜啦。啊，来讲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先来讲我这真紧就开了诶，我因为咧挂上挂钟位错位，挂钟无完成。挂钟无元神，你的钱的财真紧就无呀啦。那那个断卦恁爱注意，挂钟若有元神，表示讲你钱财挡会久；若无元神，就挡袂久。刚刚那都无半年，七八百万开了了啊！迄阵才来甲我讲，老师，我呐，佮我算法有无呢？我嘛，哈钱后算个法有无？无啊啦。哎，这个这挂再站起来，开始拢无啊啦！啊，所以咱人啦，知影有好钱的时，爱准时，涵养素中气，准时有钱时啊！我常常勉励人家，含用哦，含用。有钱时，好、哦、啊！恁好啊，在珍惜有钱的时，咱即个阵座右铭都鼓励恁的有缘的好朋友，恁的信徒啊！咱兼开挂，这都是真实，都是自身了。妄想，主持人妄想，黑的财的元神，好、哦，这断卦的天机密，啊，一般的对卦的断卦呢，吼、哦，这方面呢较忽略去啊，嘿，所以暗中的卦一定。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啊！曾经有咱一个同修，一生日，啊来占卦，占运势，哈、啊，艮为山，啊生官鬼爻，北火东，北火，暗东。暗动，我讲你拄到生日、阴日、阴日、阴呐，啊，阴日嘞，啊，你都会注意有迄个血光之灾。刚刚啦，迄刚刚生时、阴日的时，生时，家里对楼顶嘞，哈、啊，拆物件嘞，拆一个啊。讲啊，太无着，人家蹬伊蹬到一蹬对伊一个楼梯，蹬四五杠落来嘞，尻川皮叫破的。这看有准无？啊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所安善知识，你把《易经》用在生活上，你也赶快做出去。啊，免得抽两千卜啥卦，平时你就可以去注意到。
曾经咱一个师兄，啊，伊嘛是很用心的在学。他桌上有桌上桌用黑的呀，一张一张的呀，很努力啊呢。一上班来了，看见有代志，他的掀起第一页，哦，多少数字为内挂，再翻出来第二个为内挂、外挂，再掀起来为动摇。配合那一天，啊、也日程。看那些刚一爱注意啥，结果啊挂出来了，就是有血光、小血光、白虎洞，而且那那白虎洞没有关系啊，啊比过玉，啊像刚才，啊梗，好啊，他是四月，是朱寅，官鬼爻，啊生日，啊生日就暗动。啊，这个是小乔，作用动摇暗动，无旺。啊，官鬼爻是啊，内底它就是白虎，可能会有血光之灾，所以他就不敢出去啊，不敢出去。哎耶，上班的办公室办公桌下嘞，普通时他很慈悲啊，出边遐鸟啊，那来伊拢爱甲一甲撮一摆，好一摆，啊鸟啊伫桌啊卡，啊桌啊卡嘞就桌子下，哎耶，你这啥物件嘞吼？但都多卡好好鸟食，鸟啊，无食啥物件对较好紧，较得紧去甲夹一下咧，去田过来食嘛。吼，这真的无事，迄间白虎啊，猫科是咪白虎？哈哈，个师傅我个管得遐准啊！挂啊啊准无？暗动，吼、哦！到尾看只鸟啊吼，啊都他妈走倒去啊！我一日，你欠一只鸟啊，坐已经煞，所以恁的挂桌子上，恁的智力遐呢？我希望讲咱这班上有人来做一天吼，恁过去印的一个。一年的，一年的呀、啊，哦，印着给咱同修，啊，恁在买东西，随时用现，免一定在抽轮车包上过来，现了就查出，现了就知影啦，暗动。啊，又曾经，咱一个师兄，带哩大爷，啊，大爷呢，爱着做，这里有做，他叫纯甘堂。河南师兄，啊，有一天伊感觉目睭皮在跳，啊，在跳嘞，啊，咱先有时我都搬去，师傅不要这摆了，临时提皮肤大尔，迄阵足后悔啊，伊来问师，我咧奇怪皮面皮在跳，我马上，你一天给我看嘞，翻三次。第一个为内卦，第二个是外卦，第三个就是动摇。然后再看以这个日子，哎，
你玄武星叮当哦，你厝的厝后插了啥叮当？我刚插这叮当，我刚抢啊，莫大刚抢尔。哦，我那啥阿伯啥物件偷的呀？啊，而且呢，玄武星叮当来克，啊，你爱真注意。啊，等于呢，就按照暗动迄天，我你那一天，你迄天你爱真注意，你不要出去，你要出去玄武查到对后边来哦，玄武就查到后边嘛。啊，刚刚迄个波。他这头铁对后边个跳起来，跳起来，伊个莫大钢枪当快快莫还没叮当，啊怎么处理啊？啊处理了，越中欢喜诶！伊讲哦，老师老早个有不比，啊这查了些就走。我诶、欸，要有我一天会过来诶，暗动合住迄天会过来，对头前几摆哦，对头前几摆较木诶。你先来去报警，你先来去报，要无我哪去来报警？查那个人好不好？是啊，暗动来克四爻，哦啦，这我就讲，嗨，我原来张老师讲我都，你也搁一家怕，你刚刚直接家怕的哦，我怕你怕你，要不惊啥？好，我就变你浪啊！再来甲师傅讲，老师啊，好，然后查那个比人较恶，要有无哈？你哦，日记你厝那是听，随时可以翻，翻起来内挂、外挂。你啊，我迄个时你得个爱注意啊！啊，你要怎么办？认真回想啊！念经回向，啊！你有擦车呢？回向我托你讲嘛，托你讲我的道果，托回念托你讲经，回向啦！啊，回向我的地基，回向我地基主。啊，你不回向我地基主，变哪里念呢？啊，你念天青青，天青青，地灵灵。啊，天青青，地灵灵，福神来降临。啊，福神来降临，啊，消灾化劫，消灾化劫，不染点。急急二六零。啊！你念脱离恭敬，啊！念脱离恭敬，来回向我脱离恭敬。要念这经呢，啊！你就念这，安尼，你一旦消灾化劫，为他人消灾化劫，祝福各位。微信神事，各位书房算诸事、啊、用意知天机，用意知吉凶，用意知未来、啊、未来不是不到，而是未到。在我刚学易经的时候，我要去拜访谢老师、谢妈妈。那时候我病得最严重，啊，我要去求助于台湾祖师，自己先卜了一个卦，我要求助于台湾祖师。
吉凶如何，结果挂出来就天雷勿忘，硬来克我。结果那一天是五日，在暗洞来克我，暗洞啊，三万人来克我，一定完蛋了。来克我，我去不会接受，没希望嘛，六冲啊。一般人我们就不敢去了，但是看了我是畜母爻，四爻也是畜母爻，子孙爻，应该要有这个信心，无子午，虽然冲，是水火既济，水火既济。所以我去了，一坐了坐了等了两三个小时，谢老师在那边坐，他就跟他聊天不理我，我在那哀哀叫就赶过来。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，谢老师拿了一张像这个白纸。写了是自求人，赶我回去啊！你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己。求真正的自己回去，你没有病，我的病到上严重，没有病，我七斤斤家大家坐了，我还是不想走。等了又一将近一个小时，这样就很快能一卡拢白呀，喊照嘛没照啊啦，快到三更半夜了，就喷血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借他的口回去好好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求真己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还是皈依阿弥陀佛啊，所以应了这个卦来冲来克，按动到他，我自己一定要有很坚定的意志力，我知道这个是魔考来了啦，所以我回来就认真念佛，磨磨考考，考到现在36年还没倒，好几次差点死翘翘，没有死翘翘。这用意，你要会解意啊！你用意，像这个卦，无火。天雷勿忘，子水无子暗动是他，
他是暗动，暗动来克，但是我自己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啊。所以我这个病是这样的，自己修，慢慢修行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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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过来，熬到现在来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已36年了。36年的岁月啊，啊，一言难尽。还好观世音菩萨、台湾祖师、谢妈妈、药师金母，也慈悲引渡我跟各位续前生的缘，也我们要结未来生的缘，把握当下我们的善缘。我们能为众生做的，就尽量做。我们所学的，能为众生消灾化解，我们就尽量来为众生消灾化解。所以我一再的要求我们的法师啊，一定要有忍耐啊，慈悲的心。可是我们田立伟圆义法师，他是第一届的班长。我说你以前呢，三更半夜你才来，现在换了学员，三更半夜来努力啊！哎，这个好缘分呐！啊，因为你有缘的，他们在三更半夜才有时间来。哦，这个都是缘呐，这个又善缘，不是恶缘。啊，我们所有的法师们也一样。啊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一家人，你找到了一个家人，啊，找到自己家的子女，一定是很高兴的。啊，所以今天啊提出这暗动，说是暗动是心里的话语，提出来跟各位勉励，相互成就。愿祝各位同修们大家福慧增长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